现在应该原来有时候搞不定，我还打电话给他，我亲自打电话给他，问他什么情况。有时候搞得他急需，他都不管。哎呀，是你打电话的，朝那个办公室电话随便你打吧。哎，真的。这急需人是好东西，这些东西为什么呢？可以看出效果。 哎，他也，下面没白花，肯定没白花。我那里原来一天他妈做800箱，他妈吃力的要3个小时，2000我就白瞎。我给了你可能75，比较正常。他忙不好，打开。来，我先看看。你看，下午没往下一点，变得了，朝着。 比较正常。对，你不要停，等一下你搞一下又停在那里，啊，又这不行了。你这样，你要有时间再放，慢慢的放，就 OK， 给你，就看到效果。不咋的，这个就在个流水线往那放，他们都吃不消的，等一下，你看这个速度他们吃不消，一会儿来不及，因为这个东西你搞一下快一下慢。 这个速度很均匀的，那肯定是均匀。这通过这个位置是均匀的，对对对。但是那个位置就不能说了，前面也是均匀的，但到那个位置就不是了，因为打包都是人工，他会辛苦，这里不辛苦。哎，人不累。哟，基本上。 如果不画瓶子的话，不用调。啊，不用调，就每天就打开就行了。不是，如果你画瓶子就调，画瓶子就调。你说这同样的瓶子，你就只管做，那个速度只能调速度，不调那个那个中间那大个其他的速度。哎，你说瓶子，你就调那个高度啊。不是高度都无所谓，主要是宽宽啥的，还有它那个瓶，它这个东西要对着这个瓶，那个盖子。 他这个意思是，原来我们刚搞的是那自动风啊，这些厂里都不想要了。啊，对对。原来就他说哎，太麻烦这样了，这样说我在看。最先那个店，我在接店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继续说，我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读过这样一句话，我说。 大用电器不可以串联在一起，像尤其跟那个什么叫那个不是空调，因为它等制冷知道这个程度以后，它会休息。对啊，对对对对。休息，它一休息，它的电压就不用很多了啊，你的你就正常了，你的记忆在，它一制冷的时候，那电压很大，它要积很多电的。对。 所以那等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它肯定你要大用电器，它老是拉你的电，你这个机器都没那个空调都厉害，所以保持不稳定。就我建议，我说你接根装线接到这里来，如果再不行，那你就退给你厂家，接一根，马上再接这个搞那个接地线呢？是啊，直接从那个马从那个开关上面接根。 接根装线嘛，啊，装线专门用一个线，从变压线那边接过来的。接根装线放在这里，不是从那开关里接过来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直接跟那个变跟那个空调啊，串联在一起，它肯定那用电越多就合理的电。
我说的对，你看我们调机器是小，但是呢，不过我经常操作的不是我看你这样，你在这里，你要咋样呢？你要雕出一个在这开的油底线上面多少要雕个图例，他也不要说油底这么懂，但是他必须也要懂一点点，他们的。不是每个人头脑都有这么聪明的，并不是拿葱。我为什么我也不聪明？我你必须教的有你，懂得机器的一半了，那你就可以拍拍了。哎，我走了啊，大概就交给他了。你那一个都不懂，那个时候我都是拿教都没教我的，后来正好第三天就走。哎呀，都走了，也没有给你培训呢。培训个屁呀！都是靠我们自己。啊，就。他就跟你说怎么开怎么关，就是告诉我怎么开怎么关啊，就是怎样调菜呢，大小的菜啊。这个也不能这么讲，这个搞这玩意儿啊，也有这么一句话，对，还有一点天性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还有是吧？别人再怎么教你，那不会搞，那没有办法。这个还要有一点，你要对机器很感兴趣的人，对。你他妈一点都不感兴趣，我就不喜欢这个活，你就要拍一拍我，给他搞这个，他就搞不好，他不想搞。他一边听一边出，一边听，左捞进右捞就出来了。像这种听不进去，很简单，拍是很简单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是傻瓜似的，傻瓜像一样。机器这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是好东西。现在发现越来越能节约好多人，跟你讲，像我们这种大包装的机器啊，或者是风罐的机器，那真的是，这个可以看到效果。